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妈妈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青蛙。你看，青蛙产卵了，一颗一颗的呢。不过，你知道为什么蛙卵外面包着一层半透明的膜吗？蛙卵外包着半透明的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是A吗？这样比较 Q， 比较好吃。还是爱呢？嗯，看起来比较漂亮啊。该不会是三吧？这样才能看见小宝宝出来了没？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那是保护蛙卵的胶质膜哦。柔韧的胶质膜除了当保护层，也让卵与卵之间不会太靠近，才有充足的氧气，也可以聚集温暖的阳光，方便孵化。而且胶质膜还能粘成一大团，避免被其他动物所吞食呢。哦，胶质膜让青蛙可以顺利的在水中繁殖，很